们，今天我要来介绍一款超级适合 YouTuber 或是直播族使用的直播神器套组。像我们就很常出外景啊，就需要带很多东西，然后这时候不止重量很重，也很容易弄丢东西，所以我们就会很需要那种轻便好携带，最好功能还可以多合一的器材。噔噔，就是它啦 ，Eric Video Creator Bundle， 我们就称它为直播神器套组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箱，看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这个是美颜补光灯，它超赞的，它上面还可以再接一个补光灯，这个我们很需要。它就是用 USB 的插头，然后这边也有控制按钮。然后来看这一箱里面是什么，这个就是他们的多功能支架，我等一下会介绍它怎么使用。然后这是领夹式麦克风，这麦克风很厉害。还有这个是蓝牙控制器，跟这个是可以接在这里，然后再接我们的手机的。主要的内容物就是这些，是不是很轻便？但它组装起来可是会很厉害。那我们就来实际操作看看吧。我把这个转上去，这里有一个锁开，可以把这个支架打开。然后最下面这是可以直接变这样，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台式三脚架。现在来介绍它的第二个功能，就是我们再把它转一转就可以收起来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手持的拍摄握把，这样子会比直接拿手机还稳定。我也会实际测试看看，这样子录跟直接拿手机录有什么不一样。现在测试的呢是直接手持 iPhone 拍摄的，现在走一段路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注意背景。好，那它第三个功能呢，也是很多人都会使用到的自拍棒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转开，然后它这个也可以调松紧，调到你自己喜欢的位置，这样就可以自拍。然后我也会实际的来测试它的最远跟最短的距离有什么差别。那我再把它缩到最短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领夹式麦克风，它这里也有附一个遮风罩，然后领夹式是这样可以夹起来的。这个是还有另外一个，应该是可以监听，它是插耳机的。然后最后它的插头是这个，所以如果像我一样是使用 iPhone 的话，就需要多这个转接线。好，我现在来测试它的麦克风收音到底有多厉害。这个是有插麦克风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有插麦克风。麦克风拔掉，先拿在手上，直接用 iPhone 的收音测试。现在是没有插麦克风的，没有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没有麦克风。好，今天介绍的直播神器套组其实是 IK Multimedia 所出的产品，然后他们的品牌其实是诞生于意大利，全世界都有他们的品牌在销售，超过120个国家都可以看到，所以是一个绝对值得信赖的品牌。今天实际测试过后也觉得它的功能真的都很强大，所以它其实真的很优秀又很划算。他们的领夹式麦克风啊也有单独在贩售，就看大家的需求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官网看看哦。